係咧，我做咗一件仲爆嘅事。今次我又有新挑戰啦，我而家好緊張，因為今次嘅挑戰就係要整蠱我爸爸啦。我一陣就會打電話俾佢，同佢講一個好驚人嘅消息，就係、是、我背住佢紋咗一個身啊！誒、欸，係咪好靚啊？我覺得好靚喎！我而家準備好要打俾我爸爸啦，救命！我好緊張。Hello， 你好嘛？好。點啊？你呢排忙咩啊？冇啦，忙就瞓啦，瞓醒又食。我打你咧，今日就係想同你講唔好意思嘅，因為我冇事先同你講，我就去做咗一件事，希望你冇嬲啦。就係咧，我去咗紋身，係啦。咁咧，有冇傻啊？冇傻，好好玩。唔係真嘅，我真係去紋身。我紋咗四個字喺我背後，係孝順父母。是不是很感动啊？精忠报国我都有想过的，但是想一下都是孝顺父母重要一点，所以我就问了这四个字了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我讲笑啊，讲笑啊，讲笑的。我其实呢，我就问了一个可以代表你的东西，你估下是什么？我想啊，光头。哇！听唔睇到系咩啊？咩啦？咖啡豆同埋咖啡啊，系咪好靓啊？哦，因为你中意饮咖啡啊嘛，咁我见到我就会谂起你咯，系咪？咁你会唔会嬲啊？我纹身冇同你讲。会咯，好奇怪咯。是啊，上了癮了，我就是想着紋一个很大很大的古石在右手啊，现在。所以我就是打你紋你好不好咯。所以不要搞啊，不要搞，越搞越多啊，不要搞。如果你要呢，你生日我送你一个紋身。就是什么呢？甜粉煲又得，甜烫豆。雪櫃啊，吸塵機啊，要不要？我觉得他太聪明了，很难。好难整蛊到佢咯，所以我相信佢都唔会相信嘅。阵间，你信唔信我纹身啊？我冇咩信咯。点解咧？真系敢相信？唔敢相信啊！信啊！敢相信？你唔敢相信我敢去纹身？纹身系咪？我同你讲真相啦，我冇纹身，呢个假嘅。呢个假嘅贴纸嚟嘅，但系咧，我做咗一件仲爆嘅事，就系、是、我帮人哋纹身啊！真系啊，呢个系真噶。边个咁阴功啊？讲个人就好可怜咯。佢好惨啊！佢系纹身师嚟噶。好啦好啦，咁我俾心机学好啲，我帮你纹啦，下次。唔系你纹妈咪，你帮佢纹啦。你唔好搞我啦，得啦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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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啦就咁啦，好啦拜拜啦，拜拜拜拜，搞掂。我都话佢唔信啊，佢唔会信噶，都话黐线啊，又唔信咯。唔听电话。好，我哋再试过，点解佢唔听电话？